it is changing， 幸福还会再会，未来依然很美。我轻易到黎明，光就是你自己。Paradise and sunrise， Paradise and memories lost with you。Play with fire, light the matches, gone for high, quick to panic， 穿过这绝望，心若向阳，开满希望。虽然只是小小微光，也要努力媲美太阳，闪亮的你自带心。冬梅，冬梅，我回来了。冬梅，冬梅。老板，这个太好喝了，你都可以去五星级酒店了，怎么就甘愿为我们雷总洗手做汤羹啊？他给的钱多啊，慢慢吃啊，吃点压压惊。怎么不接啊？不想接，不想接就不接。你找人帮我拟个合同吧。嗯，什么合同啊？就是我上次跟你说过的，生一个孩子50万，两个孩子100万，货到付款，还有一些关于房子的事情，我也希望写在里面。货到付款？那你们是不是还要户籍参加？这不合法吧？买卖人口还是生小孩啊？吃还堵不住你嘴吗？其实当初我就跟张远成说好了，他每个月付我工资，我就在家踏实的做全职太太。我以前还觉得自己挺聪明的，可没想到，也许这头就开错了。我婆婆就以为我是个明码标价的，现在花钱来买我的肚子也不奇怪。真打算签？当然不能签啊，这是人格侮辱吧。你也觉得挺荒唐的。我既然能答应这样的事儿，还在这儿讨价还价。关键是你想清楚了没有？是不是签了这份合同，就是彼此对这份婚姻最大的诚意呢？有一方不同意的诚意算诚意吗？这叫道德绑架。多美姐，你能用高跟鞋砸流氓的头，哎，多猛啊！怎么碰到婆婆就怂了呢？他也没逼我，他只不过说，我没工作也赚不了钱，这个家全靠张伟成一个人，我就应该踏踏实实的在家生个孩子。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逻辑？他们家让你当家庭主妇，给你开工资，你同意了，现在又嫌你不赚钱，必须生小孩，这算什么？打断你的腿的行李权？差不多行了啊。先吃东西。喂，妈，你知道多美去哪儿了吗？烧烤。
你怎么知道他喜欢吃烤串的？你说有个老朋友喜欢吃烧烤，但是担心身材。你带来的朋友又不多，有的人一看就不担心，剩下的那只有他了。谢谢啊。尝尝。够辣吗？还可以再加点。我算很能吃辣的，你这个看了我都胃疼。这是你的烤串，你有权决定它的味道。Still